你要去哪里呀？哦，刚刚玉凯帮我递饮料。啊，你是不是刚刚不订一下？没有，他刚刚自己先递，他订完才跟我讲的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
应该，应该，应该，应该。玉凯。到底想干嘛？充钱，充钱。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好像很善良，但是他的爸妈却被酒驾车辆撞上，父母双亡，然后被寄养家庭领养，但是却无辜遭到虐待，被关进衣橱里，甚至被父亲强暴。你也想象吗？你也敢想象吗？那为什么是我做错事就要受惩罚？你看这个羊肉多冰沙，哦，这个超好喝的，真的假的？嗯，你在哪里买的？小七啊，吼，大家都知道。啊，我想喝哎，不然你放学陪我去买啊。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放学玉凯跟我有约了。他约你？怎么可能？他说要约我去西子湾玩。屁呀，啊，什么时候？现在。我脚车坏了，等一下去车库帮我修一下吧。好，车库啊，好了啊，记得啊，车库。不可能那么久啊，都已经六点半了，不是还要吃饭吗？去找他好了。从那边下来啊！哎，你怎么啦？你怎么不讲话啦？都被看到了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说清楚一点啊！但是我都知道了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你可以怕成这样啊？
叫我上去画那个共价件啊，我不会画啊。真的？所以他就叫我补300字的心得报告啊。嗯，好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听我讲话？有的，有的。哎，是你啊？为什么你们最近那么奇怪？没有啊。我们原本明明好，可是文凯和佩仪看到你却那么害怕。你怎么不去问他们？问他们到底做什么？我打扫辅导室的时候偷出来的。谢啦，改天再请你吃东西啦。哎，话说你，林小潘，国中时加入帮派，到处收取保护费。抽烟啊，没钱的啦。急嘞，卖假笑，紧嘞，快点啦，你自己有看着办啦、欸、走啊，走了。方佩，曾因吸毒及贩毒多次进入了戒所。黄文凯，性侵惯犯，他今天约了子女。
在哪里？在车棚。做错事的人遭受处罚。只想让他们体验一下最受害者的痛。不应该来这里，你不应该来这里的。你这样做跟他们怎么样啊？你的本意都是好的，但你这样伤害别人就是对的吗？你不要再这么做了，收手吧。